我13岁那年，母亲带着妹妹下放到这个地方当小学老师。那时候，母亲感觉到回城的希望不再那么渺茫了，决定叫我下来住一阵，为的是督促我写生。不知怎么的，她认定了要我当画家。老扁的头永远是扁的，到现在还是。就到家了，四桃，四桃，你家桃姐呢？你家桃姐呢？阿桃姐。我和阿桃远远见面了。他们家一共有4个孩子，都是女孩。阿桃，四桃，我们先回家了啊。姐，我们先走吧，妈还在家等我们呢。是我们家。妈，姐姐姐回来了。来来来，妈，姐姐姐来了。来来来来，姐，晚上妈妈睡小床，我们俩睡大床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先帮姐姐收拾东西，我去做饭。老扁，那是什么呀？那是燕子窝。我们和燕子睡一块儿。燕子每年都回来的。香菜米真香。依兰，我问你，上个月我给教育局组委会写的信，你爸爸他收到了吗？收到了。送去了吗？送去了。那怎么说呢？爸说，主任的秘书把你的信编了号，归了档。他说，下放的干部的信来得多，林老师来得最勤，每个月都有。你们有困难，谁没困难？就这些吗？爸说，就这些。妈，
没办法。这是我们的老邻居，来认识一下，这是我姐。好了，认识了，你快回去吧。那是三桃，给队里放牛，挣半个工分呢。山雀雀还在拍翅膀，太阳雨下不长，小大姐姐还在晾衣裳，太阳雨下不长，小花猫咪还在晒太阳，太阳雨下不长，小小妹妹还在呀呀唱。依兰，自己不写作业还笑别人。从明天开始，你每天给我画十张速写，每张都要编上号，少一张也不行。晚上回来我要检查。我在桃花寨的第一张画，就是阿桃他们家跟门前那棵桃树。很快，我就成了阿桃家的熟人。每天的十张画，画的都是他们家。应付妈妈的检查是件苦差事，可是看阿桃和他的妈妈做这做那，却是其乐无穷的事情。我喜欢看阿桃干活时候的样子，他们能把一张白布变成一个奇迹。
边用用，好的。 给，谢谢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过年吃的腊肉，用柏树汁熏出来的，真正吃可香了。是吗？ 无常鬼，钱子个烂肚子鬼，钱子个烂肚子鬼，这个无常鬼，钱子个团儿个鬼，钱子个豆子鬼，钱子个乌伦伯虎鬼，钱子个伤鬼，钱子个烂肚子鬼，说一堆大鬼小鬼。万一，三堂，那是谁呀？他就是阿秀婆啊。 哎呀，好好恰
唱啊唱啊，来可以唱，唱不隆咚，唱咚唱。做饭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去，回自己家吃，走，回家去吃，不然我们不跟你玩了。依兰，把你白天画的画给我看看。你看看你，自己一点都不认真，这怎么能进步呢？从明天开始啊，你给我多画些人。那，现在你就画老扁写作业。山里人几乎都有一段神秘的传奇。阿桃家的故事最浪漫。听说当年阿桃爸是周围几十里最会唱歌的英俊少年，为了跟另外一个男人争夺一位美人，互不相让。最后，他们当着这个姑娘比赛摔跤。他把那人结结实实地摔倒了，那人不服气，抓起一块石头打他。他的美人，也就是阿桃妈，冲上来挡了一下，结果额头上留下一条伤疤，终生不能褪去。东山升太阳，你看。战士叔叔下上岗，鸟儿枝头唱，一路唱歌过村庄，果林里秋风忙。四堂，你喜欢听故事吗？啊，四堂，你呢？阿堂，哎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啊。红小兵，红小兵，这是兵字。哎，阿堂，这几只树枝呢？怎么被砍了？啊，四堂，看姐姐！我喜欢蓝色的，你喜欢蓝的，拿蓝的吧。阿桃，你也拿个，拿红色的。阿桃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你也试试。不了不了，你自己都舍不得用呢。没关系，你每种颜色都试试。这么多颜色，真好看！快，试试吧。今天是星期天，我和老扁都不去学校，咱们呀找小跑讨鱼吃，他的小鱼可好吃了。不去，不用怕，只要把手这样放在背后握紧，小声念金刚罩，金刚罩，不怕小妖和老妖，不要让老巫婆听见，就没事了。姐，我们也去，你们去吧，我不去。走，阿桃，帮我带。
回去。走。会给的，他不会给的。我们看到了他抓鱼，算是偷看的。会的，不会的，会的，不会的。我姐还从来没吃过这鱼呢。走。我就说了那鱼好吃吧。嗯。老铁，你脚上另一只鞋呢？可能丢了吧。哎，我找到了。这鞋怎么破成这样啊？这么旧了，叫我们家阿桃补吧。我们家的鞋都是他补的，他的手可巧了。可以穿一段时间了。真好看，只知道臭美，光长脚不长脑子。这是给谁做的呀？这么漂亮。是你的吗？是你的吧？嘎娘嘎娘，唔莫哭，转个弯弯求大屋，屋里煮的白米饭，饭里蒸的红腊肉，嘎娘吃了屁长流。喜欢这吗，姐？嗯。
师，上课的时候学生逗他，他一下脸就红了。休假的时候可不能笑啊，算唱休假歌的。你会吗？哭还不会？想起你对我的种种不好来，我不就哭了吗？可不是一般的哭啊，是要唱出歌来的。你会啊？还早着呢，我才16岁。那你先哭，试试看，别到时候哭不出来。你哭，让我先听听。哭啊！别催嘛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等着，我等着。草麻生，还是个女儿。阿桃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得赶快把这柴刀磨磨好。为什么？我爹一回来就要用这柴刀了。用柴刀干什么呢？因为又生了一个妹，生了妹要用柴刀砍树，砍这棵桃树。初三桃的时候砍过一次，初四桃的时候又砍过一次。为什么？说是快走桃花经，我妈就不再生女娃了。谁说的？不知道，有人猜，是阿秀婆的主意。阿秀婆，阿秀婆，阿秀婆。二桃以为他妈妈无论如何得再生个弟弟，请假从县里赶回来，结果又是一个妹。阿桃爸一直不回家，躲在水磨坊里不出来。Thank you.
桃花全开了。阿桃说，今年的桃花比每年开的都好。可是，结束也到了。你跟我爸说，留下这棵桃树吧。去带你妹吧。家里多了一个人，阿桃更幸福。可是我觉得他心里有一种别人体会不到的特别的快乐。耳朵都长一样，别动它，让我弄醒了。来，我给你看个东西。什么稀罕东西？你看嘛。
什么东西这么好看？看，装针的。我知道是谁送给你的。阿桃，你什么时候结婚呢？新娘坐轿子吗？便宜一点行不行？不行。占两分七分。这意思吗？这是五分，五分啊，这叫这个啊？你没有钱，不怕事儿。爷爷村上得了一场病，就再也没起来过。你说的理由我都对他老人家说过了，我还说你还小，过两年再办吧。可他老人家一听这话就火了，他还捶着床板对我说：“你们以为我不想等吗？是阎王爷不许我等。”他说他抱我的孙子他死不瞑目。我们农家是一脉单传，话都说绝了，你叫我怎么办啊？
去垭口，去送妹，垭口五姨娘家。为什么？因为往后没人照顾他，他那么小，妈舍不得我，也舍不得他。可是，舍不得也得舍。为了把我嫁出去，爸爸咬咬牙就定了，把只好把妹送出去。得些彩礼，家里能稍稍好过些。你不用去吧。跟你说些什么呀？听不清，他说的话从来没有人听懂过。我来帮你背吧。沙桃吧，哎呀，沙桃吧，小乖乖，睡着了，走开，来，走，屋里坐，啊，来，快，快。哪里吃的给你们啊？
们走吧。还是我会照顾好的。我想啊，等到了秋天，总该让咱们回家了吧。妈，我就穿这双鞋去见爸爸。看怕什么？你看啊，沾一沾，补一补，还可以用，再凑合凑合吧。剩下那点钱啊，是咱们回省城的路费钱，你们可听好了啊，一分钱都不能动，听见了吗？妈，妈，姐。那双红的，就是那双，我最喜欢这双了。正好34码，今年秋天我就能穿了。哎呦，现在的小孩脚可长得真快啊！你算大人了，你这脚不长吗？姐，这是上海批的货，翘得很，这可是最后一双了啊。那多少钱啊？便宜的很，2.8元。贵倒是不贵，让我们再考虑考虑，过几天再来买。过几天？那可卖完了啊。那我们上城买。完了，那么好看的一双鞋，可咱们现在手里只是个零头，你看啊。没关系，我想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想？那么多钱，我有办法。那个年代，乡下孩子唯一能挣点小钱的，就是给养鹅乱打石子儿。一天，
最多也只能做到一毛五。剪子手怎么了？做功课去，考试考不好，小心我揍你。想他了，今天晚上就送回去吗？不，不再送了。不送了，那谁带他呀？我。你。我不嫁人了，我要一直把他带大。一路上，我们没有说过话。我知道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对他是多么难。可是，他却一点都不犹豫地决定了。我是来接妹的。阿桃，别生气啊！刚才我出去的时候，孩子睡着了。不，吴姨娘，我不生气。我想他，我娘想他，我想把他接回去。阿桃，这孩子好歹在我们这里待了这么长时间。是一只母羊，供他的奶。难为五姨娘辛苦一场。谢谢五姨娘，谢谢五姨娘，谢谢五姨娘啦。
递给爸他们吧。走。吃回腊肉。妹，我们有腊肉吃了。走了，同学。是，我们腊肉可好吃了，都吃了肉了。来吧，来吧。来了，少了。当心，慢点，别摔倒。这是两位客人的，谢谢阿唐妈，谢谢阿唐妈。四桃，三桃，你这块吃。这是二桃的，这是你的。妈，你的呢？我不想吃。不想吃？让妹妹尝一点。剩下的留给爸爸。大了吧？
不大，秋天穿正好。来，把鞋给我，我帮你拿着。嘿。来，我看看怎么回事。小妹怎么了？哎，她在发高烧，你赶快带她上县医院看病。你跟她一起去。好，快去。哎，依兰，等等。我告诉你啊，先到咱们家把钱拿出来，给小妹看病，好吗？妈，那是我们上省城买火车票，别管那么多事了，赶快去带小妹看病啊。阿桃，我跟你说，你先走小路，我一会儿让依兰去追你。妈，我也去。啊，好。平生第一次自己做了决定，以后不画画，我要做医生。
桃，我。吵到我妹了，行了，别吹也就下山了。妈妈的努力有了结果，我们家总算可以回省城了。回城对于所有的下放干部来说，都是一个天大的喜讯。这些人的命运就此转变。曾经让妈妈讨厌的一切，这时候都变成了美好的记忆。就在我们出发的前两天，寨子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情。爹，怎么了？小牛不见了，被野子吵跑了。你找了没有？找了，钱财物在哪边了没有？这是队里的牛，丢了可不得了，我陪你去找。之后我开始知道，最伤心的人是没有生命的。我不敢到他们家去，不敢见。
见阿桃，也不敢睡觉。我等着天亮，盼太阳早点出来。奇怪的事情，阿秀国神秘的失踪了。在寨子里，阿秀国是个多余的人，很少有人注意他。但他的失踪还是让大家惦记。寨子里到处都是火把，是乡亲们做的路标。为了让阿秀婆能走出林子，找到回家的路。阿秀婆找到了，阿秀婆找到了。女儿，都回去。阿叔婆找到结果，替武桃报仇的是阿秀婆。后来我才知道阿秀婆的身世，在她很年轻的时候，丈夫和女儿被土匪绑架了，再也没有回来。从此，她就变得有些疯癫。几十年来，她只重复着一句话。他们就要回来了，他一直都在等。明天你还是别送了吧，你就让我送你吧，就从村口行吗？还是算了吧，从今以后我们可能都见不着面了，你就让我送你吧。所以我不想让你送。
分配进医院工作了好几年以后，偶尔在参观一个民间艺术精品大展的时候，我刚刚进入大厅，一张画就一下子抓住了我的眼睛。我有一种被拥抱的感觉，我终于又见到了